但係咁消費價格影響仍然唔變化。我想住炒。最搞笑嗰啲，你要帶啲話。啊，點解佢哋如何啲狗嘅咧？咁跟住話。擺人嘢。係啊，跟住佢哋話，所以佢哋可能好多friend嘅。咁啊，你出聲。放翻生活。國家統計局話。即係咧。就係朝住黃耀珠健康發展。都唔係你有咩有啲講啦。政策嘅要提升同穩定性。呢個鬥又係又好又快發展。有。冇線電視記者余婷喺北京。